去吃啊！你在说一堆屁话，我全世界的人都要在意你的想法。我把他踢倒了，怎样？因为吃还是睡？来来来，这样不行，不行不行不行！把他推倒、哦。先不要，我先试试看。走走。老师怎么在你刚刚喊幼的时候，我有闻到一股臭臭的味道呢？你老实说，你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有没有刷牙？怎么可以不刷牙？哎，周周同学，赶快来帮大熊刷刷牙！哎，各位同学，我们记得哈，早上出门的时候一定都要记得刷牙，这样才是乖宝宝哈。啊、哦，刷乱丢垃圾，请走吧。在北回归线，这座山的后面就是嘉义。那看不到。对啊，反。菜搞不好可以用浓油蒸。不要吵，不要影响到。没有影响到。有。没有。广播，请用路人遵循速限第一号之指示行驶，谢谢您的合作。公路总局第四区养护工程处祝您行车平安。要我们离开蜡笔那么近，哈哈哈。